谁是刘文静？我是刘文静，出来一下。哎，政府，那个我是昨天，我昨天坐下。他的情况我们调查清楚了，没什么问题，可以走了。以后这种地方少去。到家了，我是不是先回去了？你能不能在这儿多陪我一会儿？我还有点害怕。